细汉的时阵，我亲生的爸母都甲别来唔敢做媳妇，我才十几岁查某囡仔呢，我学会晓野黄啊、剥蚕、收草、挂稻啊，甚至做家内代志，已经有心七八个月啊。我大个负责加工，爱做会计兼扫别墅。这么健康的囡仔，你真是认真甲提掉。海瑟，我唔知影你是我的后生，还是查某囝。啊，不过，一世人注定，咱是绝对无缘做母仔囝。我请你原谅我。我替他家去关掉，我无想要阁看到伊。现在家属即马人伫外口，啊，关于想要动这手术，因家属认为阁要做最后的参详。你是讲，我妈妈人即马伫外口？你先跟我出来，你就知影。只好把我厝内老大人请出来，希望伊讲的话你听会入耳，避免这大悲剧发生。吴小姐，我是美华的大姐，也是志忠的阿妈。你若该叫我谢阿妈，我若这么话。我不管你是什么人，我也不管我今日所决定是不是一场悲剧。我只知影，无人会用说服我改变主意，所以麻烦你离开。嘉怡，嘉怡啊，王小姐，你话甲讲你的个性真倔强，今仔日我见识了，伊还佫甲我讲，无可能当说服你将伊人留落来。那这一点，我绝对不相信。你凭什么不相信？凭我若无看唔到，你应该是一个真讲道理的查某囡仔。叶平人之初，善本善这两句，家己。歹势，我唔捌你，请你叫我彭小姐就好。家己啊，对是大人讲话，免这么无礼貌啦。不要紧啦。无礼貌有时阵嘛是一种代表真性情，我嘛真喜欢真性情这款人。冯小姐，
我平常时啊，才是我的时势。最主要的，我是阿云做人，一定要做到修身养性，多做善事，爱慈悲为怀，宽容大量，为生命留下历史，为社会留下公义。老太太，虽然你不介意我叫你阿姨，也毋过我若介意你叫我谢阿嬷。阿嬷，今日我看到你这位老大这么慈祥，我也有听你这位新妇讲过，讲你这个年纪啊，还佫伫咧一挂宗教团体内底做义工，我当然相信你是一个慈悲为怀的人。我本家己面对你这位士大人，你的教示只要是对，我当然唔敢忤逆。阿姨讲，我有我的苦衷，我的无奈。阿若无，请问，谁愿意倒伫林冰冰的手术台？谁愿意甲双脚看伫林冰冰的家啊？嘉怡，你的苦衷甲无奈，我拢有甲我的脚脚讲。也毋过，伊感觉其实这无啥，无啥物。阿嬷，你毋是我，所以你无法度体会我的感受。冯小姐。我是不是有法体会你的感受？我用将我真正的故事讲给你听。在我细汉的时阵，我亲生的爸母都甲我爸来唔敢做媳妇，我才十几岁走远了呢。我学会晓野黄啊、剥蚕、收草、挂稻啊，甚至做家内代志。也好，刚才阮阿妈我真好。迄个时阵，伊摕七块的美金，带我去台北创业。迄个时阵，纺织业做了真好，所以阮两阿妈无在踮咧厝里做一间细细间啊工厂。你敢知影？我身为头家呢，严格我遐阵已经有薪七八个月啊，我得阁负责加工，爱做会计兼扫便所。我也是安尼过来，吴小姐，你敢无法度体会到我当时的感受？阿妈，你细汉时阵，敢真正这么歹命？歹命哪有要紧？咱做人爱做个以下为由，以忙为道，以勤为福。以忍为耐，嘉怡。虽然我的大家无读过什么册，也毋过伊捌的道理真是真多。我还会记伊甲我讲过，一个人要先提起，就必须要受会了气，经会了烦，忍会了苦，耐会了劳。伊嘛常常教示阮遮的士世讲，健康才是上大的财富，知足才是上高的境界。施舍是上好的品德，包容是上美的情操。今日我搁要大大求你一遍，请你包容我后生的不对，替把这个囡仔留落来，好无？冯小姐，夫家互相的眷恋，一枝花，一枝草，一丛树。伊拢有伊的性命，何况即摆伫你腹肚内是一个人，一个生命。我拜托你，好好珍惜，保护伊，好无？